大家好，我是 Winnie 温哥华的地产经纪。今天我就来到高桂林 Berkeley 区这里，带大家来看看一个价钱很吸引的全新楼花项目。这个项目就叫做 Alina， 发展商就是 Stram。Alina 的一房的价钱就由40万美起，而且所有单位都会送一个车位和一个 locker。其实现在很多项目的最小的单位都不会有 parking 送的，所以 Alina 这个价钱就很吸引。如果大家是找一些价钱比较好的上车盘，又或者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投资盘的话，那就不要错过 Alina 这个项目了。我现在就带大家进去看看这个项目的资料先。Alina 是一座楼高29层的石屎 High Rise， 隔离透明那座将会是6层高的木结构出租公寓，将会由发展商管理。两座楼都会有自己的独立设施，唯一共用的就是停车场的入口。 Alina 最低那层就有几间两层高的 Townhouse， Lobby 就会面向 Claremont 街。 Alina 一共有14000尺的室内外设施，四楼有室内的健身房、游戏室、 social lounge、 室外的小朋友 play area、 barbecue 设施和用餐区。顶楼29楼就有个 sky park 的会所，那里有个户外的冷热水浸水池、休闲区、会议室、 co-work space 和有厨房的 lounge 等等。 Alina 的位置大概在 Claremont 和 Como Lake 附近，位于内街入面，相对来讲就比较安静。由 Alina 行路5分钟就可以去到 Berkeley 的 SkyTrain 站、Berkeley Plaza 和即将会开幕的55000尺全新的 YMCA 社区中心。揸车6分钟就可以去到 SFU， 7分钟就可以去到 Lowhead Town Center， 15分钟可以去到 Brentwood Town Center， 同埋20分钟就可以去到 Metro Town。 今次的示范单位就是一个两房加书房和两个洗手间的单位，但是这个就不是一个正式的 floor plan， 主要是给大家看看手工和材料。一入门口就有个衣柜，衣柜入面的挂衫架就是收楼标准来的。衣柜隔离就有个洗衣干衣机位，所有单位都会配置前置式的 Samsung 洗衣干衣机。再入来就有个书房，现在见到的标烟台和柜就是装饰来的。这个是其中一个洗手间，这个洗手间就是配置浴缸的。洗手盆的台面就是采用石英台面，镜的隔离也都做了两个柜。洗手盆下面有两个柜桶，浴缸这里就有个 ring shower head， 还有一个可以拎下来的手持花洒头。厨房就是 L 型的设计，两边都有柜。两房和三房的单位就会采用30寸的电器，一房的单位将会是24寸的。这个是30寸的 Bosch 雪柜。雪柜隔离就有个很大的 pantry， 下面就有些柜桶和有个 magic corner。所有柜和柜桶都有 soft closing， 橱柜底也有 LED 灯。厨房就采用石英台面、大块的瓷砖挡板、 AEG 牌子的抽油烟机、 Bosch 的5个头煤气炉头、 Bosch 焗炉、 Panasonic 的微波炉。Island 这边还有些柜桶，星盘下面就有内置的垃圾桶。这里还有个24寸的 Bosch 洗碗机。在 Island 的另一边就有位可以摆到4张巴凳，旁边还有个电掣和 USB 插头。单位会有9尺楼底，除了洗手间地下是瓷砖之外，其他空间都是铺木地板的。所有单位都会有中央的 VRF 冷暖气，这个系统就会比 Heat Pump 安静的，
而且冷暖气已经包在管理费里面的了。所有窗亦都会有卷帘，客厅这边就可以出到露台。所有 corner 的单位的露台都会是 wrap around 的。这间是其中一间睡房，摆了 queen size 的床和两边床头柜。这间是主人房，都是摆了 queen size 的床。衣柜入面的组合柜就需要加钱 upgrade 的。这里是主人房的套厕，套厕入面就是跟淋浴的，其他的装修规格都会跟刚才的洗手间一样。颜色有两种选择，分别是 sunrise 和 sunset。 刚才的示范单位就是 sunset 的系列，属于比较深色一点的。 sunrise 就是比较浅色的颜色。这个是6至27楼的分布图，每层有3部电梯，10个单位，整座楼就一共有246个单位。一房有两种不同的 layout，A1 的室内面积就是429尺，A2 呢就是451尺，两个单位都是向东的。那向东的单位呢要12楼以上呢才会高过出租那座楼的。一房的价钱呢就由40万美起。一房加书房呢就有三个不同的 floor plan， B1 和 B2 呢就是向西的，分别是500和534尺， B 是向南的，室内面积有530尺。一房加书房的价钱呢就由50万中起。C1 是两房两厕的单位，位于东南角，室内面积是734尺。C2 是向北的，室内面积有735尺。两房的价钱就由70万美起。两房加书房的单位就是位于东北和西北角。D1 的面积就是769尺。D2 的面积就是887尺。两房加书房的价钱就由80万头起。三房就在西南角，面积有922尺，价钱由90万中起。所有单位都会送一个 EV Ready 的车位和一个 Locker。 现在购买还有个限时优惠，一房和一房加书房会减5000元，两房和两房加书房就会减7500元，三房就会减10000元。 Alina 收楼的时间大概在2026年的春天，管理费就是5毫4至1尺，订金就是 20%， 签约的时候给1万元，7日内增加至 5%， 90日内再给多 5%， 180日内再给多 5%， 15个月后就给最后的 5%。 项目的资料就看完了，现在 Alina 就刚刚开始了预览，如果大家想过来看示范单位，又或者需要多些资料的话，就欢迎随时找我。我们今天就看着这么多，下次见，拜拜。